O 是微信小编一枚，长按照片加我好友，朋友圈更多精彩内容，欢迎加入哦。人生有度，过则为灾，做人不必刻意，做事不求完美，功不求盈，业不求满，花看半开时，酒也未对处，可以清高，但要有宽容之心，否则就是孤傲；可以仁慈，但要有果断之举，否则就是软弱；可以强势，但要有所敬畏，否则就是暴力；有财，要懂得节俭，否则就会奢侈；有时，要懂得谦虚，否则就是骄傲；尊贵，要懂得谦卑，否则就是刁蛮。凡事有度，话不可以说尽，要把握分寸；事不可以做绝，要留有余地。人生无完满，缺憾亦是美。优雅的人生是阅尽世事的坦然，是沧桑饱尝的睿智，是过尽千帆的淡泊。聪明的人懂得该说的时候要说，该雅的时候要雅；睿智的人懂得该进的时候要进，该退的时候要退；智慧的人懂得该显的时候要显，该藏的时候要藏。于是要三思而行，不乱于情，要痛后而放；莫恨于欲，要持中有气；不止于求，要沉中不染；不贪